我对于杨和平，他到底是同志还是要叫他先生，我不确定啊，这个取决于他到底是什么。那么我对杨和平，所以我现在只能直呼其名叫杨和平。我对杨和平的粉丝或者说关注者，粉丝是一个资本主义说法，关注者、支持者的一个呼吁。你有21万的一个支持者，我一个呼吁啊的一个呼吁啊一个呼吁，就是你们既然是马列主义者。我是说，当中的一部分啊，你们支持者的一部分啊，叫同情、关怀，或者说认同马列主义事业的人啊，事业的人，我的呼吁就是说，希望你能够，希望你们能够啊。把马列毛主义，就是直接用啊，用马列毛主义运用，直接运用。因为杨和平杨老师一直说要实践嘛，一直说要实践，实践才体现你的立场。那么目前你们直接能做的一个实践，直接的一个可行的一个实践，可行的一个实践，就是形成一种呼声，形成一种呼声。这种呼声，我觉得对于。对于你们所支持的杨老师是有益的，是极为有益的，极为有益的。这个呼声就是说，能否请他贯彻他的立场，贯彻其立场，再用实践、用行动、用实践、用行动贯彻立场。这个实践和行动的契机、机会就在眼前，就在眼前，就在眼前。因为我们看到，我们有所观察到，就是说，杨老师他批评了，他有一个视频，直接批评了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认为这个生态主义没生态社会主义啊，我是。就是说，那种有机农业、生态社会主义，直接批评了。前几天那个视频，这个是我没有造谣，是他自己直接批评的，说这个东西呢是有限的，不能够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但是他又赞扬了，机会就在眼前，他又赞扬了这个敖汉奇小米，敖汉奇小米这么一个产品并且公开默认了。目前而言，他是默认了一个代言关系，默认了他代言为敖汉奇小米下面的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的一个品牌品牌产品叫敖汉素叫敖汉素，是这个合作社他亲自注册的，这个我都没有造谣，注册的一个品牌，这个合作社里面可能他的股东。股东就是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家庭里面的家庭成员，最大的股东是一个个人，占40%。但是，或许他能够让这个杨和平老师在看不起生态社会主义，或者认为这个有机农业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不能够实现马列毛主义理想的同时，又能够盛赞他，那说明这个敖汉奇小米这个品牌。这个合作社背后的这个分配关系，它所走出的那条经济道路是非常值得推广的，是值得所有人去。它是哪怕我批评了生态社会主义，哪怕我，对不对？那说这条道路，这条敖汉奇合作这个小米合作社，这个新龙蛙敖汉奇小米合作社，这里面走出的这条道路是真正的是能够实现马列毛主义的。否则他为什么批评别人呢？或者批评这一大片呢？然后他单单赞扬这一个呢？那很明显，机会就在眼前了。
这个是极为有益的呀，对不对？那我们不妨有一个呼声推动这个杨老师，哎呦，杨老师啊，能够给大家讲一讲，讲一讲这个合作社啊，它的分配方式，它的民主决策机制，它的这个合作方式啊，它的合作方式，尤其是它的利益分配啊，利益分配和它的这个决策机制啊，尤其它如何可持续的，而且长远的推动了马列毛主义的理想，而不是像那些他所批评的有机生态社会主义那样。否则他如何看得起你的盛赞呢？仅仅是因为他好吃吗？我不认为啊，我不认为你这个杨老师是一个仅仅贪图口腹之欲就要为一个资本主义商品做代言的。如果你仅仅是个贪图口腹之欲，另外一种情况，如果杨老师啊仅仅是贪图口腹之欲，或者就是觉得好吃，他拍了个视频说仅仅是好吃啊，然后他就给他站台了，就给他代言了，给他拍那么一个看上去比较滑稽但是充满了质朴纯真啊一种童趣的一个广告，敖汉奇小米真好吃，那他就给他站台。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你们作为马列毛主义的支持者啊，马列毛主义的支持者啊的支持者啊，作为马列毛主义者杨和平同志的啊一个支持者，这个时候我觉得你们同样可以呼吁，同样可以做一个呼吁，就是呼吁杨老师啊再审慎考虑他和这个品牌的代言关系，或者说澄清他和这个品牌啊，澄清这个品牌他没有代言关系。我不是因为他好，我以后不再做宣传了啊，或者说你也可以呼吁杨老师去了解一下，我们不能冤枉好人啊，了解一下这个合作社的它里面的这个分配关系是否是贴向社会主义、贴向马列毛主义的啊，去了解一下，了解一下他如果真的是刘海庆同志，刘海庆先生既然是刘海庆同志的话，他真的他里面这个分配关系非常是一个毛主义的一种分配方式的话，人民公社式的分配方式的话，那杨老师杨同志就可以。这个时候他不仅仅好吃，他还对得起我们的马列毛主义的立场和路线，对不对啊？当然如果说这里面说还有一种更隐秘的情况，更那种迂回的情况，就是说他虽然这个合作社里面的分配方式是怎么怎么样的怎么怎么样的，但是呢是资本主义的，是把钱集中在他一家人手上或者集中在刘海庆手上，但是这个钱呢他又是去支持一些长远的啊，就是地下活动的。那么这种情况呢，我在上一个视频里面我也讲了这种活动这种情况如何去解决，上一个视频你就可以，那如果大家都是自己都是马列毛主义者的话，那你不妨让这个刘海庆和杨老师交个底，杨老师只要和你们这些马列毛主义的支持者只要去问杨老师刘海庆同志是不是同志，那你杨老师稍微透露一下，他是同志，他是，你不要说他是恩格斯，或者我对他有信任，有政治上的信任。你杨老师杨同志，你再说我对他有政治上的信任，他拿的这个钱是政治上是可信的啊，不是信仰信任。那我们这个你们通过这样一种互相交底，你们这21万支持者当中的马列毛主义者啊。通过这样一番交底，如果是秘密的这种情况，它更好了呀。你通过这样一番交底，那杨老师和这个不就联合起来吗？不就团结起来了吗？你们不就团结起来了吗？团结起来了，联合起来了，啊，联合起来了。你们知道你们真的是在做事情了。你们去可以查证啊，所以你们也可以就是各自去向杨老师查证是不是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是最不可思议的嘛，最那个长远的地下的一些，这是最不可思议的，这种情况你们可以去查证，你们是马列毛主义者啊， You can do that kind of thing 啊，我没叫你去公开的查证啊，我叫你叫私下的查证啊，你可以去私下的查证，你查证出来的结果不需要让我知道，对不对？你们这个都是你们了不起的伟大的隐秘的斗争啊。那么这种情况的话，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也没话说呀，
我也没话说。但是现在目前的情况是，那个你们这些支持者现在目前的情况，你们看看，就是说，好像这情况都各个方向都没有发生哎，你明白？你们这马列主义的支持者现在要看的就是说，你如果可公开的，你向公众公开；你不可公开的，你就向你的同志公开；可公开的，你就向公众公开；可公开的，向公众公开。为什么这个可公开的要向公？因为它极大的推动了马列毛主义事业啊，说这个合作社的模式可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啊，对呀、啊，它不是可以让社会主义的事业更向马列毛主义的方向去运动吗？这个就是它是一个斗争的机会啊，是个斗争的机会，公开斗争的一个机会啊，是个伟大的斗争机会啊！你们这么多人一定要把握这个斗争机会。如果它是不可公开的。如果他是不可公开，那现在这个情况，他要起诉我，他向法院、向当局公开，那是怎么回事？不可公开，那为什么他要主动的要去起诉？要向特定对象公开，这是怎么回事？或者说他觉得我不可信任，你这样一起诉，跟我当庭一辩论，不就向我公开了吗？你们认为？你就是说不可公开的情况，它有两个情况，就是你刘海庆也是马列毛主义者，啊，这个杨和平也是马列毛主义者，啊，然后这个钱呢是啊，它是资本主义方式集中了，钱是集中了，啊，那些社员我不相信那些社员都是马列毛主义者，他这往往是或者按某种方式集中起来了，这个集中你不能向我们交代，啊，那你这种情况，你现在判定我是敌人了，我是敌人了，我是一个刺探军情的，刺探你们这个军情的，刺探你们这些机密的人呢、啊？那我是个探子，我是坏人了。你既然现在一判定我是坏人，你为什么要起诉我？起诉我，你不材料不向我公开了吗？起诉我，你不仅向我公开，你也向就是向这个向这个司法机构公开了，这个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那你是你这个钱集中起来，你是马列毛主义者，你也是马列毛主义者，你们要做一些什么啊？就是很重要、很了不起，但是说又不宜公开的事情。这和你这个两个是矛盾的，现在的情况就令我很费解、很矛盾啊。所以，如果说我有某种呼吁，我对于你们有某种呼吁的话，我呼吁你们去啊，尝试着去想一想这种矛盾，想一想这一矛盾。杨老师的21万粉丝当中的马列毛主义者，你们不妨去想一想这个矛盾，这个矛盾是怎么回事啊？对不对？啊，那就讲到这边。